血淋淋的干杯。你们想睡觉的也可以睡，因为我把声音调小了。我是尝试一下，我之前没接过，尝试了之后觉得有点麻烦，以后应该不会，应该还是那个。其实做直播这个摄像头根本不需要戴假睫毛，戴了假睫毛会显老，戴了假睫毛它会遮住你的眼黑，反而显得眼睛小。又不是去舞台参加现场活动。谢谢云梦的 Pick 啊。其实直播根本不需要戴假睫毛的，我个人感觉戴了假睫毛会显得妆太重，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妆有点重。好啦，开始啦，我们先抽一个。谢谢云梦的木炭。我们先抽一个。如果抽到是眉笔画，那我待会儿如果再抽到眼线液，我就可以把眼线液压在，哦不是，我待会儿如果再抽到粉底，我的粉底就可以盖掉这层颜色。所以先抽到高光这种，先抽到高光这种是最幸运的。看到没有？看清楚了吗？高光。好，这边抽产品。我没有，我就没有搞错。好，高光，我们看一下用什么东西画高光。为什么用什么东西画高光？巧了吗？睫毛膏。这两张出去了，谢谢大块头。你是魔鬼吗？这个不是，我刚刚没有休息，我能不能重新抽啊？我能不能重新抽啊？这神他妈睫毛膏画高光，我不玩。我忘了休憩，我少做了一个步骤，玩这个东西之前要先休憩。算了，今天都不来了。谢谢大块头的大陆，你真是个神仔。睫毛膏，那不就睫毛膏画高光吗？开始画高光，我拿一个面布。为什么上来就是这种啊？为什么？这个面布在这儿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正在玩抽奖随机化妆的小黄瓜。我们刚刚抽出了第一个步骤，就是用睫毛膏画高光。你们可以关注一下，也可以睡一觉，然后等看看一觉睡醒之后成什么样了。我们高光一般是画在这里，对吧？来了我们，神他妈这个根本晕染不开，这个根本晕染不开，这个根本晕染不开，这样画，就这里跟这里，等一下，颜色太深了，这是魔鬼高光，不能画那么深。
下，我换一个，这个睫毛膏太干了，我换一个，它有点干。干什么啦？我怎么一上来就……我们高光的范围一般是这个位置，对，这边才对嘛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谁他妈高光这么涂的？我。一双手的妈妈的，不要录屏，不要录屏。对，不是我涂高光，我涂高光不喜欢涂很多，所以谢谢玲玲的冰可乐，所以。高光一般还涂哪？鼻梁，鼻梁。但是我的高光一般不这样涂的，我是只涂这里的和这里的。要把它抹开点，抹均匀点。就即使它是个睫毛膏，我也得把它抹均匀了。就是我看起来像刚刚挖过眉的。我额头不涂高光的，别开玩笑了。我看起来像刚刚挖过眉的。我画的又不是欧美妆。起码后面我们不会再抽到睫毛膏了。抽到睫毛膏啊！灵感果然是什么？等一下，给我口气，给我口气，你给我口气，给我口气啊！谢谢大块头的摩天大楼，给我口气，快点！越来越漂亮了，你在开玩笑吗？我的天哪！
平时会偏暗，所以我一般会在这里大写遮瑕膏。
好，下一步，我又安全了一步，又安全了一步，又安全了，起码我不用用高光画粉底了。其实目前为止，如果不是这个，如果不是高光位置没准好的话，我现在就是在认真的化妆呀。谢谢粉儿呀，你么么哒，我是不是很漂亮？遮住这里看，还蛮正常的吧？遮住这里，还蛮正常的。懂。谢谢小石，这一步是眼线。眼线其实我画了，你们会看不太清的。眼线。
不行，我把妆卸了再画一遍嘛。干什么？但是我的运气真的很好啊。
Thank you.
造型师，我们不用，你们不用看我拿口红画粉底了。现在就到了测试一下我直播间的观众是不是善良的时候了。我没有拿浅色口红，我拿的是我平时直播用的最多的圣罗兰的13号唇红。是之后就没有撤退过，得到谢谢你的重度，我颜值超高的，就在给大家演示怎么画笔。什么叫薄的呀？谁画阴影画很厚的呀？谢谢浩郎君，画阴影就是这样呀，要打散的呀。
谢谢，喜欢人哦。不是我，我今天看到人家玩一个游戏很好玩，然后我就说我也玩，然后我就的。这个点子好像没有用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要直播去。谢谢帮的多的大喵，山大妈黄土高坡妹，我不要面子的。好了，鼻音画完了，眼影部分画完了。眼影是这里跟鼻子这里，下一步我们快点结束吧，还有最后三步。睫毛，不是，我觉得最倒霉的是那个，是粉底涂口红，粉底涂口红会所有，用眼影画睫毛，等等，眼影画睫毛画不了啊，用眼影画睫毛，哎，那我就不可能抽到用眼影画粉底了。谢谢好郎君，我就不可能。那我最后剩的是用粉底画粉底吗？等一下，用眼影画睫毛。我那个是假睫毛，这一步跳过去吧，不能画。画了会尖尖尖的会掉下来。这睫毛画不画没有区别，往下一步。睫毛跳过这个步骤画了也看不到的。谢谢真挚好郎君。把这个叫牛小峰的那个，把这个叫牛小峰的勾掉。接下来是眼皮，就是眼影部分。眼皮，眼皮找到的是，眼皮找到的是阴影。最后剩的是眼影画粉底，最后一步是眼影画粉底，我他妈没有拿单色的眼影。谢谢彩彩的，我们先用，谢谢彩彩的小天使，我们先用阴影，谢谢豆豆，先用阴影把眼皮画了，然后画粉底。谢谢豆豆跟彩彩的小天使。你们这个小天使是什么意思的？什么意思的？等一下，我不可以面目太狰狞，还要体现出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之下，我都能保持住优雅的表情。用眼影画粉底吧，你们知道的吧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
在现在看到的是，看得清楚吗？这个是用眼影粉画了的眼影，最后一步，最后一步是，好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我曲折的抽的路线，我们今天抽到了用睫毛膏画高光，口红画阴影，然后粉底画口红，眉笔画眉毛，卧蚕画卧蚕，眼线画眼线，这是运气最好的三步。然后接下来是遮瑕膏画的腮红，和现在剩的最后一步，是眼影画粉底。这时候就到了，你们知道平时我一直用的眼影是这个颜色。我在手上画一下，一直看直播的就知道了。谢谢阿乐哟，是这种有一点点红，又有一点点那个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它的上色不能直播套路，因为它的上色不行，所以那个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这个颜色画粉底。我试试看，看看哪个比较明显一点。我吐了。Thank you.
想我吧。是你们怎么感觉中了？你们是怎么感觉出来的？这也能感觉出中了吗？我不要。
我得设多少分呢？到底玩不玩？现在只有11:17，这样吧，让两个总督说了算吧。两个总督，第二轮玩不玩？我想翻盘，我想翻盘。我再给我个翻盘的机会。没关系，反正都已经这样了，我要翻盘。总督出来说一句，谢谢班子很难玩对吧？好，我原地写照。不是，我要翻盘。我不信还能比这样更难看，我不信。我先换个笔记，我再玩一轮，我不相信还会比这样更难看。